炎热夏季真让人受不了，告诉你一条清凉的秘境步道，沿登峰镇前进，转入内双溪古道，潺潺水流，清凉水汽拂面而来，让你暑气全消。步行30分钟即抵达绝美的水潭，泡脚、游泳、打水仗，有够凉爽。体力好的人也可以跟我一样，先走荷兰古道，上北五指山大草原，欣赏呆萌的水牛，躺在草地上发呆看白云，再下切内双溪古道，活动完筋骨，再到水潭玩水，既爬山赏景，又玩水消暑。一江二狗，猛拿一江水口，有够好胜啊！心动不如马上行动，快点跟着我脚步出发吧 ，Let's go！大家好，我是胡一刀，我们现在在顶山社区。今天我们要去爬哪里？荷兰古道。荷兰古道，我们要走上北五指山去看呆萌的水牛，而且还有漂亮的大草原，然后再去玩个水。好，从这出发 ，Go！ 大家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出发！出发！嗨，出发了。开车来，你可以在这个马路旁边的白线找安全的地方停车。搭公车可以搭市民小一巴士，可以搭到顶山站下车，但是一天平日只有5班，假日6班，班次实在有点少。这里就是顶山公车站。过了顶山公车站，我们就要往上踢一小段的产业道路，转个弯上来，荷兰古道路口就到了。左转，正前方是观光果园，从它的右边开始走原始步道，竹林。林相丰富，竹林跟这种阔叶林蕨类都非常的多，而且真的很凉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最近这么热，难得一次走到这么凉爽的步道，真的很舒服。一边玩水就快乐了。没错，玩水就是爽。路断了，糟糕，道路瘫了，现在高绕过去，看起来后段的路是通的，前导已经去检查没问题，前面那棵树倒了，所以泥土也有点瘫。这么大棵断了，腰绕出来了，安全。过了这一段后，路径又恢复正常了。台风天过后，去爬山很容易碰到这种状况，不要硬过，要寻找安全的路径再走。干巴爹，有风了，好凉哦！加油加油！哇，今天走这个就对了，舒服又凉。岔路口。右前方是荷兰古道的东线，我们先走西线上去。我看一下要走哪。踩稳，踩稳。对，重心压低，扶着石头过都没关系。这里山沟没水了，过了顶山溪，变得越来越陡了，挺陡的。有点喘，哪有喘啊？龙哥，你很过分哦，一副你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龙二刀快要篡位了，缆绳出现了，看起来这几个健腿的不拉缆绳都 OK。强子 OK 啊 ？OK。
进来 ，OK。OK。坐底。上来，岔路，往右前方，这有一个平台，可以休息一下。太棒了，好凉哦！要来到一个新天地。这两个礼拜走过最凉的步道了。对啊，怎么有这么舒爽的呢？大家一定要来哦！离开平台，往右前方走，这有一个路标，往高顶山草原。过了平台，就开始变得比较缓，而且都一直有风吹出来，好舒服，好赞。天使光好美哦，乱石区到了，在50公尺高顶山就到了。好名字，应该有草原哦，有漂亮的草原，上来了，看到天空了，草原到了，哇，凉快，今天一点都不像夏天。地上有防迷线，如果你怕迷路，你就跟着防迷线走。左前方上面是高顶山的三角点，鸡屎去年被偷了，牛大便出现了。沿着防迷线往前直直走，就可以到更漂亮的草原——北五指山。这个草原非常漂亮，而且游客很少，登山客也很少。阳明山的秘境美景，牛牛，两只在玩水。北五指山。鸡屎去年也被偷了，飙高7-8-9公尺。哇，好舒服！要来哦！太棒了，北五指山！耶！要来哦！走到草原的尽头，有登山条，我们从那边穿进去，走进来。有蛮多的荆棘植物会刺人，所以要小心。又走到密林里了，现在下切，要到石溪的溪谷。这一段下坡挺陡的，一定要踩稳再走。倒木，下到石溪的溪谷。今天没水，台风才过了3天就没水了。过了石溪，就一路沿着石溪往下，这个路径非常原始，很舒服。但是你还是要注意脚下哦，有一些树根，不要踩到树根滑倒。我们现在走在内双溪古道。这条古道是我很喜欢的古道，因为它一路沿着石溪跟内双溪，所以只要有水的时候都会有水汽，比平常一般走的古道还要凉爽舒服，夏天来走特别棒哦。男生出现了，地上很多猕猴桃，有缆绳，岔路口。右上方往石溪山，我们往左下，树上有标示，又要拉缆绳。这一段真的又斜又滑，上面有青苔，要小心。这一段的缆绳很长很陡，好几段。刚刚石溪一滴水都没有，现在即将到达内双溪，远远的就听到好大的水流声，哗啦的水声。前面有个平台，前面是擎天岗溪，会往下汇流到内双溪。
过河正对面是内双溪的陆路，我们刚刚走的是水路下来。哇，小林已经迫不及待玩水了吗？很好哎，水枪拿出来吧。糟糕，忽然下起大雷雨，大家把鱼撑起来。雨越下越大。其实我蛮喜欢下雨天的，但是这下雨会湿滑。嗯，注意脚下哦。来哦，都非常湿滑。雨好像又停了。笔筒树倒在路中间，岔路右手边是往平顶新郡要过溪，我们左边继续直走，岔路左右都可以，但左边如果有水，像今天有水就过不了，我们要走右边下切再上来。小心这里边坡，这棵倒树不知何时会整个倒下。过溪没什么水，不过石头是湿滑的。博坎，前人居住的遗迹，看到这里就表示时代古厝快到了。时代古厝到了，经过时代古厝，阶梯往下，到了到了，到水潭玩水，耶，到了。玩水喽！开心哦！真正水哦！真水耶！我好棒，赶快下来！不慌的，打水仗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好冷啊！啊，冰的，冰的，冰的！伟大，带你去玩水，你双溪古道。好好玩哦，好凉哦，耶，再来哦，来哦，耶，要来哦，耶，要来哦，来哦，耶，超好玩的，太好玩了，又玩到一个很快乐的一个池塘了啊。沿着内双溪古道继续往下走，对面过溪可以前往平顶新郡，我们继续沿着内双溪往下。出来了，这边是平顶三郡的登峰郡，左转，这里水量大的时候会过不去。夏天是枯水期，水量就小很多。夏天走这种水圳步道，真的超凉超舒服的。这里带小朋友来玩水，非常适合。唯一缺点就是风车太大。转弯处这个水潭没什么水，出来了。左转往上，上面就是顶山咖啡，左左边就是公车站。我们继续往前，回停车的地方。
花了大概六小时又回到我们启灯处了，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太喜欢了。会推荐吗？会。好，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记得还要记得要留言哦，要来哦，拜拜，下回见。See you next time.